好 ，OK 啊。没有，应该说全马、骆驼跟长毛这样子。全马进骆驼跟长毛。对，全马进骆驼长毛，还有那个啦，马公不要玩啦、啊。你说怎样？全金马，然后不能用骆驼。用火长毛跟骆驼，火长毛跟骆驼不能用。哦，火长毛跟骆驼不能用。好，你要玩什么？全金马，全金马，就全金马跟肉马而已啊，看你怎么玩了、啊。没有，我们今天开了很多人新的门号啊！哦，全部都是靠。那你们民族都不换，大家都有把握，觉得自己民族的金马很厉害。哈萨克就摆明了他的中国特别强大、啊。哈萨克哦，其实中国真的很强，只是我用的很烂。所以能不能出起手？大家确认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长毛的那个骆驼不能出啊。好 ，OK。也就只能出两种马而已啊！哦，那这就是两种马，哎、欸，也算三种啊！你也可以跟刚刚出一大堆吃。那中国不能出长毛的话，他会怎样？就是不要生那个时代就不。哎、欸，九五九五就绪喽，走了走了。他一样能生长毛，不是特殊服吗 ？Go go go！ 哦，就是出一般轻骑兵就可以了。嗯嗯。不要按错了，他妈跑出一堆火长毛这样。作弊，打不赢的作弊。哦、我跟 Roger 不同队了、啊，太可惜了。这张呢？今天跟 Roger 同队过哈、哦？没有，今天完全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不会跟你同队，奇怪。对。看前面两场没有帮这个我们大家录到节目，可恶。不然应该很好笑。找 RP 来录啊，好吗？对啊，找 RP 来录。RP 来录就是我中间对话的一个精彩过程。RP 来录画面要拉到那个偷盖世界奇观那边呢、啊。对啊，就是那个很精彩的。对，你拿那段不行，不管打这个昆凌，要不然就是打赤猴战。纯赤猴那个，我觉得可以录，不错。嗯哎、欸，你这场没录成功、啊，没有录成功、啊。那我们改天再来谈。改天再打，对。可是全村民打的那个规则真的太靠谱，太累了。全村民打比较累。对，我觉得有刺猴啊，加一个刺猴变数比较多，比较有趣。对。对啊，嗯这种图的羊到底都集中在哪边比较多、啊？吃不到羊吗？啊，找不到羊，爱的羊比较多。我觉得吃羊也是很赌运气的。嗯，确实嘛。他们有说是边家绕地图绕前面啊，然后那家绕里面这样。好，就走吧，这盘就错了。哦，蒙古，差一点进贡，要进贡哦，差一点进贡。怎么进贡了？还没啊，怎么可能？我期待进贡哎！我拉了一堆羊干来进贡，我都疯了。我有在看哦。好人一生辛苦哎。我有在看，我有在看哦。你说人都是用挪用，还用英格兰的、啊？我用英格兰，对。啊，那这个只能这样子哦。英格兰好玩呢。是啊，那个小胖会吃吗？啊，小胖，听说了，有啊，看得出来，不是老公，还没结婚，因为他是你的吗？
为什么他一定要塞在我的两腿之间？因为他是你。哎、欸，又捞到羊了。然后呢？哎、欸，捞三。来后面捞一下。看看说到捞羊，我以前玩刚打排名的时候，遇过一场很神奇的场次，有个英格兰，他远远就把大概十几只羊选他家的城镇中心，他不是会走很慢吗？对啊。那我的伺候刚好经过，被全部劫走。对对对，全部劫走。哇！那有没有果断投降？没有，他有点敏感。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很不会。我要是别人，应该早就投了哈。啊！我刚太顾着讲话了，太顾着讲话了，完全忘记一件事情。你要干嘛？可以跟我分享吗？好了，跟你分享一下。你个招式，对吧？就忘记挖石头啊，就这样而已啊。很厉害，要挖石头了。忘记挖石头，就这样。挖石头想干嘛？想去搞人啊。哦，这么好。哦，这么早就在出奇手哦。那就有人在开窍了。欢迎这么早就在出奇手。哇，偷看我。对啊。看你这么早出奇手，让我心里很不安。终日惶惶诚恐。没事啦。你不是也在开？没有，然后你不是不能只能出奇手，你还要盖那个啊，射箭场啊。啊。哎、欸，对哈，我怎么不盖金马就好？我怎么想错了呢？你要盖那个吧？我盖国王就好啦。对啊。想太多了。我要帮助你，我要帮你投你的村民。对，谢谢谢谢。那很好啊，那你盖了一个，真的只能开会的议会厅。对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真的只能开会的议会厅，要认栽了，要认赔了。就是有个人用很手贱的来射我的那个路，点他，被你发现了是不是？又被你发现了，真的很手贱呢。这是战争，兵不厌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那部叫什么东西？兵不厌诈。哎呦，我骑手刚出、啊，我那个侦察兵刚出门就被人家抓屁股。啊、你要换地标了没？我已经告诉你，我可以换地标了。你来不及了啦、哦欸，就这样就好了。哦，有地马来搞我了，搞我了。哎呀，你舒服。呜、啊哦！救命！救命！救命！啊！走吧，走吧。差一点就送爱心了。哦，划算呢！我把校长杀死了。划算呢！超算的、欸！哦，你这次不会动，好好，回本了，回本了，这个鸡马回本了，太过分了，超算的、欸，校长是，哎呀，你换换的，干嘛超过一下路线？这么好心，不要，他待会来打我怎么办？他一定会来打你的、啊。不要这样讲嘛。对，这可以干什么？喂。还有这么好的事？啊！吓到我！听到尖叫声，有人在让别人不开心，是不是很惨？惨！那个法兰西就这样子一直在我旁边绕啊绕啊绕啊绕的，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只是在巡逻而已，巡逻。云罗顺手杀村民跟那个教长这样子吗？没有啊，就
我帮你解决，我觉得他有前科。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真的，这太邪恶了。对啊，从一开始的路就位置不好，到后面被撞死了。套路都是套路。你去其他人家里玩啦，不要欺负一个小孩啦，真的是哦。没大人样哎、欸。好了，我听你的，我听的，我去找路线。对啊。刚才路线又说，怎么大家都来找我了？对吧、啊？你要那么夸张吗？你自己吧。啊！立马！这个村民应该是不良的那个什么，前科严重，是不是？我帮你处理一下。就是不想让我出门了，是吗？好。可能差不多就是。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了。好，全力抢肉旗。你真的稳住小朋友。中国的语音还蛮特别的、啊，对啊。哦，放地基呢？还刚烧章，你这样对吗？我刚刚烧完，真的是妈的，我不吞了，太干了。因为太干了。我做一把，我做一把。当然是双 PC 啊。太干到就说，我现在就没心情刷了。好，那就不要刷。我不刷，我现在要刷白夜机，白夜机怪飞。不行啊，你乱不到东西的。好，一样哦。我上有我刚那个店给他点颜色瞧瞧。好。师傅带你去路店家，看到很多长枪。肯定活大的，哎呦，看起来很不舒服哎、欸，非常不舒服。哇，那是城堡了，阳寿，你不能慢的。哇，两国一起来搞我，有没有搞错啊？没有，感觉就是在搞你，有没有搞错？我们赶快升城堡啊！慢路，我已经在城堡了。好，我要赶快。说他很累。对啊，你是不是强迫劳动啊？有可能呢、欸。不开心、欸。走开。我也是被乱的不要不要了。不会死啊！太过分了。
That shoelay bayo timbran. Yes, sir. 哇，这个感觉就想干坏事的村民是怎么回事？应该就是干坏事了。我好像每个村民都想干坏事哎。跟过来要搞搞事哦。哇，你的校长好嚣张啊！哇，现在大家都先打封禁一波就对了，哇！对呀，整个被没有，村民往那边跑过去了嘞，我被乱到整个拖慢速度了。哦哦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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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啊，是我们的了，要死我了！哇，哇，这都城堡型的，不行不行，先撤。啊，你还在装电啊？我还在升。啊哈啊哈。OK 啊，不是不是说我还在升，是我还在升城堡型的。啊哈啊哈 ，OK OK。果然没有出入境的装潢那边。哇，他骑士好多。哇，被竹子拍倒哎！来，给我三只啊！被招降的吗？来，我来，我帮你干掉他。我也是打太多线了，三只骑士送掉了。哇，他的骑士一直洗耶，好烦恼。发现那边还顺利了，我吗？嗯，但是非常的舒服。你们应该过得非常的舒服啦，也还好啦，安娜安娜。哦，来我家哎，干！好美妻哦。
杀好多村哦。要开门呐！哦，城堡，城堡，城堡，有城堡。我靠！哇！到处杀哎，谁笑？家里要压宝干，好啊好啊，然后压家里哦，不然他啥都没有了。哎呦，你没有帮我推一下？好，那我撤了，我要撤。没有，因为我还有另一家来打我。对哦，打给你吗？谁打给我？看一下我只有没有打给你。还有我电话吗？啊？还有我电话吗？他不是说要打给你？看一下，你还没打电？看一下是不是打给你啊？好，来。哦、能被报复了。啊！发生什么事？怎么叫这么大声？我路过一个官员，有人被你杀到、啊。哇，哎，蓝色的骑士怎么那么多啊？打给你吧。没有，不是，别人骑士更多、哦，干，而且他搞不好现在农帝王哦，要小心。对啊。哇，让人在偷杀我。这个不是小小的报酬吗？哇靠！还是敖包哎，耶，敖包！哟，那边也被收掉了。Ranger， 我带了一些外星人来了，你要不要去把那个帝王？你带着谁来？看看旁边有那个啊，欸、好多村民在那边啊！啊，斩他，砍他，砍他，砍他！他想要干坏事。好多村民哦，等一下，这太多了吧？这满天就是，哎、欸，已经蒙古包哎、欸，蒙古包，蒙古包，蒙古包好吃啊！你死亡了啊！你又来找我啦！你刚刚也找我啊，所以我要找回来。哇、啊！你好，你好，大批人来了，哇、哦！Yeah! Spill it! Critters!
啊，好多人哦！啊！我呀，干！北七哦。我被屠村了。我靠，好多东西！人路剑骑士很多啊。对啊。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快跑，快跑！国王杀了。这帝王骑真的很北西。上不去时代，好像超惨，超惨啊，根本上不去啊！我要 blind 那边已经没了，已经没了。根本不可能上时代啊！这个时候是不是该说一句"搞我有意义"啊？可能有、哦、某种战术，某种战术上必须先搞掉一家，必须要先献祭一个人，是不是？对，先血祭献祭一个人。和乐融融啊！哇，直接烧我的那个哎、欸！
哇干，你直接用烧的欸，当时可以不要笑，到底就换你了。我没有，我知道他的骑士很多啊。哈士奇现在笑得很开心。其实我差不多要没了。哦。我们都上不去时代，他们是两家帝王旗耶。太惨了，太惨了。Ready to go. We have an ender. Letting us better do that. Building to put it up. Hunter to Hestus. 根本打不赢啊！对啊，我们两家没了。Villains are ready and awaiting my swinging. Hunter to Hestus, young man.骑士烧我宝速度他妈比很多巨头砸还快欸，蛮酷蛮酷的砸，我的全部都是血统马欸，哟，好恐怖哦，血统欸，一个人有哇，群马就是一个很排斥的、排斥的单位，做坏的单位是吧？不需要控兵，因为他不会死。而且我造金马很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一代四地标。嗯。哦，你说造军队都是减军费那个？对对、啊、对。只会有骑手而已、啊。这三只骑手。650肉200斤啊，就等于减三只金马减掉，变两只金马的钱。国王这没什么用啊，打到现在也用不到国王啊，因为他都是要脱离战斗才会有那个、啊。可以点对不对？哇！老九也用那个减价的呢。哇！一起推进去，一起推进去，红色的，红色的，那个什么，一起推，一起推，融化在一起，没有，一起先一起推中国，我去打后面的农田区，计划性的，
有这么几只十方的骑士，他读不出来，他那个剩下出名要把他砍掉。好，那这样家里第二队的骑士可以派来。好，差不多可以投了。好，可以投了。好了，投了。真的没有那个，升那个超强马甲。然后我升完啦、啊，你看我，而且我是十方骑啊。我现在是十方骑啊。这个玩金马流他妈的就是需要大魔王。法兰西吗？不是法兰西，是那个经济无上限，然后最牛逼的骑士帝王骑士团。经济要先上吧？你刚刚讲是经济要先上，是不是？所以啦，你看一直搞我有意义吗？先搞掉一家。我很开心啊！有啊，对啊，最强的马是神罗的、啊，对，十方，对啊，十方协同马、欸，你的马也是要搞掉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很强啊！而且你的经济是最好的，不搞你的，我们死更快。对啊，对啊，对没？真的啦，真的啦，没有骗你，没有骗你。你被打应该觉得，嗯，太尬，太荣幸了，太荣幸了。不搞你，你是他妈第二个路线。而且神罗最好搞的。对啊，神罗很好搞。他没有打，没有，应该不是说没有打。不会啦，他也没有只有搞你啊，不然一开始那个骑手就来我家晃啊，我村民又收村，没办法做事哎、欸。有没有我家造福了好几次？对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个大家都有互相被照顾。没有，我是被那个蓝色1995搞好几次啊。哈哈搞到这真的是全国村死一半那种是考法。真的，我的村民现在都是第二、第三代。欸、你生物拿最多呢、欸？对啊，你拿八个。当然搞你呀、啊！你拿太多了。年纪大了，我先打回来，都吃掉了。很缺食物啊！老板，对，食物真的很缺，其实黄金都不怎么缺。看我外面吃超级多团野外的。哦，有，我有看到吃到我家后面去了。我吃了5-6摊以上。野味也超好吃。但你最大村民数量才43哦。对啊，他可能没开双 TC 啊。哦，对啊，单 TC。因为我跟陆剑好像一开始，陆剑应该也是开双 TC 啊，他的打我。对啊，然后我也是开双 T， 开双 T 马上被打。后面补的，不然的话这样被骑士撞死太多只了，赶快补双 T 出来。对啊，我刚刚就是一开始聊太爽了，忘记挖石头。而且这把是绝对要开 TC 的。因为我前面两摊鹿群挤在一起啊，哦，那问题还好是开 TC 就有效益。我想开，可是我挖金挖石的村民刚好都在那个1995的那个侵略路线，有没有？他顺手经过就杀我村民，顺手经过就杀我村民。你没看我把 TC 开在很嚣张的位置，你开那么前面，这样做事最后被打掉。嚣张的位置、啊，前面两摊鹿啊，都忘了。我们应该先搞鹿剑啊，不行哎、欸，神罗。对，不能不搞哎、欸，干！陆剑，我去搞他一下。嗯，好，但是我是要跟上，所以就没有继续搞。我这样一直有歧视的、啊。对啊。哦，那这样子，神罗，你那个啦，斯洛，你可以放心的啦。这个三家都被照顾到了，不是只有你啊。不是只有弄，不是只有你啊！不要。对对对，这个游戏本来就会这样啊。先把一家打掉嘛，对，先把一家打残，尤其三打三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场面。没有啊，有你那么多，结果一过来看到你有五个圣物的时候，他妈脸歪掉，就是干这个不杀我前面全部做白工。对，OK， 开始给我维修，然后我都要分三边烧。我很努力要活下来，有没有？对，我看到你五个圣物，心想说我前面全部杀了村，全部都白。都做白工，这五个生物，哎、欸，摆一摆，什么都赚回来了。其实你被杀村之后，你后面可以开二 TC 啊，你就后面赶快开就好了。对，产兵吃啊出来之后，后面赶快开再加防守。他赶快升时代，先把生物端起来啦。对吧、啊？哦，也是可以啊。先有生物才开心，开再开 TC。对，我没任务，你看生物太小，
一个圣物代表十个村民的神主牌在上面，你知道吗？我刚刚封建被搞一波，我金矿跟石头都没办法踩的时候，我就把全部的金矿村民拉到后面的金矿去了。对，我就去后面挖金了，然后硬是憋上那个城堡，赶快拿圣物。啊，对吧？这样打法是对的，正常啦，我也是被搞到很后面才生成，我被杀到十五分才生成，太恐怖了，一波接一波。啊！你们还要打吗？我要休息了，我要大家去洗澡。然后我们还可以再玩一场，几点的？